我的朋友 Faris，今年他有很多上课，他有6级上课，所以他不喜欢今年。今年他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早上8点半开始上课。很多人在他的家过说中文，所以他觉得他的学中文。他的中文老师是何老师。他觉得中文说很容易，可是中文语法。很容易，可是汉字很难，因为汉字有很多文字。他常常跟他的朋友跳舞，有时他有空，他见面他的朋友。他看 Netflix 电视，他不喜欢打球，他觉得打球没有意思，所以他不常常打球，他常常看 YouTube。去大学以前，他可以开车，可惜。他现在不可以开车。他有的时候做饭，他喜欢中国菜，可是他星期天吃美国菜。今年他是河南和河南，所以。他在 club 睡觉，他晚上7点半回家。你好，我叫艾辉。现在我向你们认识我的同学，我的朋友，大很帅，大很酷，他叫米吉里，他是韩国人，他是就是在其他宿舍。常常他上午5点半醒来。7点半，他去学校。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，10点他有中文课，他学中文，因为他觉得中文有意思，跟他是韩国人，他学中文。今年他有3节课，所以今年他不很多上课，他有很多空。有的时候他去 boxing club，他喜欢 boxing。有的时候他看美国电视，他不喜欢看中文电视。我不知道他有几个女朋友。有的时候他功课很多，他的功课很难，所以他在图书馆他睡觉。常常他回家，常常他晚上
纪念版去未来，他的妈妈帮他回来，因为他不可以还开车，常常他十点半回家睡觉。谢谢。好，他们说了，说完了，好好。你考试考得好不好？谁？不错。你看 YouTube 什么？你在 YouTube 看什么？你在 YouTube 看什么？我很喜欢看educational 电视，我喜欢看 Microsoft Real Engineering Wonderful Productions 有的时候我喜欢看 drama Avatar series。 有没有问题？你 boxing 在哪？你在哪儿？在哪儿做？我在 Bucket City 做 boxing， 在 Bucket Club。 你常常去做 boxing 吗？我拳击。拳击。我星期，我平常星期一、星期三做 boxing。 嗯哼，星期一、星期三。星期一、星期三。好，爱辉。你看 YouTube 的电影，你看中文的中文电影还是英文电影？我常常看美国和英文电影。你觉得 YouTube 的电影有意思吗？我觉得 YouTube 很有意思，我常常看 YouTube。